家早安，大家早安。有。嗨。嗨。有没有很好看？我们有没有很可爱？我腿有没有很粗？今天真的好肿哦。对啊，我觉得好肿。我觉得还好哎、欸。啊，你昨天喝酒？对啊。肿肿爆了。昨天喝酒。而且我们今天好浪费。没有人像我们一样十二点跑上山露营吧？然后这个天气。我去拿的时候，那个老板就说你们也太晚了吧。他应该傻眼。对，怎么都晚上去？萧婷在干嘛？明天。哎、欸，这超好吃哎、欸。In 200 meters, you will arrive at your destination. 没想到蛮难开的，超难开的。他刚车子一直没有力气上不来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所以他开那么慢啊。那还好，还好我是小车。他刚的那个轮胎摩擦到有点烧焦味，哎，很美。我们这两站，这两黑的是我们的。那个有住人吗？记得我有上网找到他的教学，在加那个吗？这个是谁？他是谁 ？Daniel。Daniel 哦，那你现在在干嘛？喂。在骑车车车哟。骑车车哦，跟 Daniel 一起骑车车吗？等一下要搭帐篷对吗？对吗？看阿姨，耶、！我们今天来干嘛？去露营。露营啊、哦，开心吗？你开心吗？开心哦。为什么 Daniel 他被塞在篮子里？为什么？你放在篮子里面哦。好，远方来一个胖叔叔，肿叔叔，好肿哦。终于可以吃饭了，好好吃啊！前面搭帐篷真的快疯了，我看他很忙的样子，我就觉得很忙。后面一堆虾，门关忙。耶！
桌子上。这个用的，鸡翅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见的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、啊。我今天晚上去洗完澡回来，怎么剩一只？然后早上起来，怎么没了？真的、啊？有猴子是？哦，可是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听到有人拉开我们热拉链声，真的？是认真的。那我不敢出去。大概三点多的时候，所以有人拉开鸡翅。你鸡翅放哪里？放桌上啊，就是你房间、啊，我们那个帐篷外的桌上，客厅，上客厅里面，就是直接可以拿到的，可以。我奇怪，我真的有听到拉链的声音，我不知道是你家还是我家。我们去找自己。那水槽面有个镜头，那应该是昨天的，是我们吗？应该是昨天，没有我们。哎，没有关系，他喜欢就给他吃啊。超莫名的喜欢，是，他们还说是我吃的，因为打呼被吹。他的声音大到比风还大。你好夸张，真的超夸张。但我们都在睡觉前这边没有听到。你看，真的，你看，朱浩廷，你的打呼声大到就吵到你们站，穿过风声再到隔壁站。我来下咖啡。不是我夸张，周庭威，我没有夸张。是有听到没错。那我有很夸张吗？我睡在他旁边，就还好啦。你先讲，我会不会短命？不会啦，还好啦。没有啦，我。谢谢秋恒煮给大家吃。我才吃。你煮什么菜给我吃？热菜。